黑盒被看作是无法透视的，盒之外的人无法探知它的构造原理，当然也不必知道，甚至也不关心。比如说人脑，比如我们在的这个。抱歉，我星球太小了。还好，比地球好。你就那么喜欢日落？是啊。已经看了49513次日落了呀。卷起身。口语好使。啥句？铁板烤球加孜然。球。时间不早了，快下课了。其实到目前为止我都没和他说上过话。我自认是茫茫人海的组成零件之一，在人人都渴望夺人眼球的中学时代，为坚守平凡，每天做着若有若无的努力。除了各项指标都有惊无险地搭上平均水平以外，没有太显的特点，以至于老师每学期的评价几乎都围绕着不让人操心勉强练习。事实上，在这一成不变的难点一线中，最近我有注意到，虽然有种种微妙的不同，不，老实说，我们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却莫名觉得他是同类。各方面来讲，它都有些微妙的与众不同，可具体来说，你又很难总结为什么它为何在人群中显得突兀。怎么说呢，目前这样毫无目的东拼西凑的观察进展缓慢，它持续的迷惑行为只让我更加毫无头绪。注意它的理由答得很不错，到底是为何。啊！不过说起来，如果它真的是猫的话，说不定还可以帮我拿到下一周的考试试卷呢。哇，不是吧。平常心，想想明天的物理测试 ,GMR, T2, MVR 等于9 4 7 RF 等于 GMMR, 我提前的质量单位是 KGR, 这个质量我体质教学。嗯。想想呢，简直就像突然出现救场的女剑士，怪不得她总爱独自行动。在刚才的275秒里，虽然想拿人生很长之类的理由宽恕自己，但怎么想还是死了算了。嗯？那是这片街区不好久住啊，下周就搬家吧。我哪里都不会去的。你
开他！都给我出来！不是想这个的时候。对不起，我打不过他。哦，好吧。不过别担心，我们就是死也不会让你被他们抓走。什么我们？那一天后我再也没见过他，也许真的是被黑社会的办法。轨道是城市的血管，地铁中枢是蛛网的节点，每个人只是血迹和飞翼。这座城市地铁运营总长约88.1公里，在建总长约245公里，运营27座车站，3座2线换乘站，年度发送乘客3.391车，日均客流达到92.97万乘，单日最高客流为170万。我迎着数字轻松，环线上容纳他的一人次32.48万乘次，又因为这个数字担忧，因为那32万分之1的概率。人类的心跳是有限的，约是25亿次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是不是应该挽留一下我有入骨交碎的心？只是说如果现在再一次见到他，我一定。人还是太勉强，光是走近就已经。嘿，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？不对，你不是这样的。那我是什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春日的便利店里，夏日的柏油路上，秋日的暴风雨里，我多希望他能叫住我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才意识到，从未同他说过话的我，并不知道他的长相。准确来说，除了他对我一无所知以外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回顾至今为止的人生，宛如缸中之鱼，被淹没于周遭所有繁杂中，甘于平凡，之后如沸腾的水银，因猛然而动心，却根本没有红线可以负担。难道最后都要像现在的自己一般，在白日梦中过活？不能放下我。生命轨迹都是一条思维线段。